大家好啊，我哋睇一睇关系咧，关于 functions 嘅问题啦。咁佢而家咧就问边一个 function 系一个 constant function？constant function 咧，即系其实佢无论 x 系乜嘢都好啦，佢嗰个答案都系个 constant。咁所以呢度好简单就系 a 啦 ，OK？ 因为佢咧无论 x 系点都好咧，佢答案都系九嘅。咁即系呢个情况，你 x 系零，咁你代入去条式度，其实冇嘢代入去嘅。咁所以咧，佢点都系一个等于九嘅情况。咁所以一个 constant function， 或者你当佢 y 等于九亦都可以嘅。如果 y 等于 function x 嘅话。